是要想我，想我做。多地款哦，哇，你那么着急啊！耳塞啊，哈，对对对，啊，这里个手机，耳塞啊，安尼你看我第二摆了，外高嘞，哦，安尼我够厉害，好，这样就做好。那雕刻问题是还是有一些很细部的雕刻，对，是不是还是得用手工做？阿公，啊，那雕刻那无可能所有物件拢是安尼又剪又剪的好啊，是不是？雕刻还是有一些，来雕刻，雕刻爱咱秋刚来做对吧？来，咱今嘛，这个代表这类花啦，哦，这类是花，好，啊，咱这个物件过去是用木雕的，木雕的嘿，啊，咱今嘛唔是，咱今嘛安怎雕？哈，安怎雕起来紧？这个工过吼，属于讲，咱时间较短，嘿，哦，用一个姿势，这支，哼，小旗啊。哦，小像这个物件，该刻该刻刻到有一朵花蕊起来，这嘛是小像往这朵啊，该刻哦一朵花啊起来，刻到一朵花起来。哎，利用这个水泥的时间，嗯，差不多外久会定，再来刻。当然，这个暗土是定个角度啊，是插袂落，直接有固定啊。要生产啊，这你无在家煮下落，时间控制拄啊好。